好，第一步，打开收纳包，然后把飞机拿出来，最后这上面有一个盖板，把这个盖板取下。这里有个五面避障器，里面有个端子线，必须把这个端子一定要看好这个位置，好，不要插反，这样插进去，连接好以后，把这个避障器扣紧在机壳上面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翻过来，安装电池，推进去到底就可以了。然后打开飞机机翼，拿出我们的遥控器，然后把这个手柄拿出来，安装在这个地方。这后面是下三节五号的一次性电池，我刚刚已经装过的，下三节一次性电池，然后再取出两本说明书，这里面有一本是 APP 说明书，有一本是飞机操作说明书，啊，中英文的。然后这个说明书拿起来以后呢，看按照我们的手机，这里面有对应的下载二维码，有苹果的，国内安卓的，国外安卓的，扫码进行 APP 一个下载。然后首先第一步下载完以后，我们连接 WiFi， 然后第一步呢就打开我们的飞机，然后再打开遥控器，听到第一声以后呢，它前面这两个灯就会变成常亮，后面变成闪烁，这个它就在收心了。然后按这个键按一下，校准水平陀螺仪快闪，然后第一声就完成了，就已经完成陀螺仪的校准。然后再长按这个键，校准地磁，也就是电子罗盘。然后拿起飞机水平转圈，第一声机头绿灯亮起来，证明一个水平校准完成。然后把机头向下垂直，这样转圈圈，第一声证明我们的地磁跟陀螺仪都全部校准完毕，然后就等待收心了。这个遥控器这里呢，这里有个显示 GPS 的卫星信号的一个数量，你看12颗星了，然后第一声所有的 LED 全部亮起，证明就可以开始起飞了，已经定位成功了。然后外八解锁，飞机内八是关掉，外八解锁之后，油门往上推就可以起飞了。飞到一定高度以后，你就可以放手了，然后它就可以自主悬停在空中，然后打左方向它就往左飞，打右方向它就往右飞，然后